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凯岸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无界交错时刻最新的 MMORPG 手游，旭哥来做攻略。那接下来讲这个游戏的这个 T0 的最强职业，还有这个五大职业的完全攻略。那开局有这个醉拳礼包嘛，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啊，所以可以拿到很多好用的神装啊、神宠，还有这个赤兔嘛。那我们用这个魔关羽开局啊，真的太狂了。所以大家仔细看完了，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。好，那旭哥就来讲这个游戏啊，最强的这个 T0 的职业推荐啊。那这个游戏呢，有这个五大职业，所以旭哥来讲这个五大职业的完全攻略。那首先呢，这游戏分为这个骑士、法师，然后射手、魔女，魔女比较像是枪手，再来是这个将军，将军就是长得很像魔关羽啊，手抽就要魔关羽。那每个职业呢都有写男角和女角，那目前呢好像是先绑定的，那之后可能会开放，他这边写说会开放。好，那旭哥就来讲这个 T0 最强的职业，手抽当然就一定要选这个魔关羽啦，这威武的沙场将领。那魔关羽呢，他的这个攻击啊是最顶级的，顶尖的输出型的角色，那生存能力也很强势，那在控制方面也不错，整体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。所以开局呢，旭哥蛮推荐选这个手抽，真的就要魔关羽啊，最强的职业推荐。再来是这个魔女，魔女除了这个欧派很像以外呢，他是使用这个双枪的，这个欧派真的赞。那他的攻击力和爆发力都很强势，那辅助能力也不错，所以最强职业你可以选这个香香的妹子，这个是女角。那之后会开放男性啊，不过目前呢是有绑定的，所以大家就选这个魔女就对了，迷人的机械大师。再来是这个射手，也是这个最强的职业推荐。那目前呢，射手是两个性别都可以选，所以可以选男选女这样。那射手呢是远程的输出，那攻击啊、爆发、控制、生存都不错，尤其是攻击的输出最强势，而且目前他两个性别都可以选，所以旭哥也很推荐这个敏捷的丛林之弓。远攻的话呢，手比人家长啊，输出就是比人家强啊，所以这个也是很推荐的。那法师呢，有强力的 AOE， 然后这个强力的生存的技能组，然后控制能力啊、爆发、辅助都还 OK。也是很强力的这个输出型的角色 ，AOE 啊辅助，也是远程的这个很好用角色。最后是这个骑士，骑士就是队伍们很需要的坦克，那生存能力非常强势，那攻击啊、控制啊、爆发、辅助都有一定的水准，重点是蛮帅气的。那旭哥呢，当然玩这个就要选这个最狂的角色了，手抽就要魔关羽。那最强的职业推荐，好，那旭哥就来分享这个游戏最新最全的礼包码，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。我们呢，首先把画面这个选单点出来之后，有这个福利，福利点下去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选这个虚宝这个序号，在画面的左上角，虚宝兑换，这边就可以输入礼包码了。那我们首先输入这个 SVIP666，SVIP。666，按领取奖励，这可以领到这个五个强化石，再来这个初级两宠五个，然后还有这个炼骨石，再来是下一个 SVIP， 然后改成777，SVIP 777，按领取奖励，这个有50钻，然后50000的金币，还有这个勇气大刀。的这个攻击宝石啊，可以镶嵌，可以加攻击力。攻击宝石可以镶在我们的武器上面。再来是下一个 SVIP 888，这可以拿到五个这个培灵珠，然后金币以及这个强化石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把这个 S 去掉，改成这个 VIP 888。这个五个这个培灵珠啊，五万金币，还有这个十个强化石，再来是 VIP， 然后777，
再按这个领取奖励。这个有50的钻石，5万金币，还有5个这个攻击宝石。再来是这个 VIP， 然后666 VIP 666来领取奖励。一样有这个初级两宠啊，然后强化石以及这个炼骨石，那都爽爽领起来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到这个画面的中间下方有一个信件，在画面的中间下方这边，那点进来之后呢，就有很多奖励可以领取，我们就来把它领取起来吧。像是有300钻啊，然后5个召唤水晶可以拿这个 S 级神宠，然后还有这个就是30万的金币。所以我们开局就可以透过召唤水晶拿这个 S 级神宠，再来有这个100钻，然后5个初级宠粮，然后强化石以及这个生命宝石，再来呢还有像是宠物洗水礼包，然后突破单，还有这个帽子，哇，绿帽神装啊，这个神装。这个好笑，哎、欸，他加好多东西哦，他加这个生命值加20000，攻击加500，然后防御加300，还有这个破甲加300，魅力加1500，评分加15000，哎、欸，好东西耶，开局就可以拿到，可是这个绿色的好像不太适合，绿色的有点好笑啦，就是不会很想装。好好笑，戴绿帽，这个绿帽真的好笑。好好好，接下来呢，还有这个赤兔马，哇，直接领赤兔马，太狂了吧！可以拿赤兔马，还有这个就是，哇，好多很狂的东西哦。我们拿到赤兔马嘞。很多钻石啊，资源，还有钻石啊，这些东西。哇，我们开局就拿到好多好狂的东西，好好笑、啊。玩这种游戏竟然有赤兔马，太狂了吧！好，那我们开局真的就是拿到神装啊、神宠啊，还有这个赤兔马，还有这个魔关羽啊，真的好好笑、啊。这游戏怎么那么有趣啊？也都是蛮强力的东西的。好，那今天这个开局的最强的攻略呢，就分享到这边了。那大家记得订阅旭哥的频道，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秀，都在旭哥的频道。